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打骑士团远征队的 BOSS 的。那因为这个骑士团远征队的 BOSS 的这个等级限制有下降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八级也可以打到九十级的网了。那我们先从62级的开始挑战，1109 ，Go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挑战过的网，从这一只网开始呢，它就会掉金色的材料了。Go， 我们人数很多啊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这个排行榜给它开着，看看谁的输出最高。靠，这个技能忘记按了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应该有机会全死了。现在保罗是第一名，杀手第二，哈奈特追到第二了，杀手又追回来第二了，艾比、谷歌、警车、负责、队长，我第八哎，好，哇，这只网算是打得蛮轻松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打65级的网应该 OK 哦。弟弟说可以往上打，太棒了。我们之前打60级以下网都打得蛮轻松的哦，还好他有调整啊，不然的话骑士团远征队的 BOSS 的话呢，就比较像是例行公事，比较没有那种挑战的感觉。方头有趣，需要撒钱而已。有趣我投过了，他还没有收集嘛。1109杀手说保罗在那破百吗？他104哇哦，出宝了，出宝了，哇，太爽了，出宝了，果然还是要打高等一点的王啊，出宝了。啊？什么？啊，你去借吧。你不要乱拔哦！你不要把我电脑插走，你先离开，我打完这个，我再跟你找一下。我可以拔这个吗？好，那你拔我的手机的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都会采取这个一般的拍卖，然后参与者的分配。好，那是不是可以挑战68？母的无言。好，我问一下，要打65还是68？还是问一下，先问一下大家的想法。62看起来蛮轻松的，68有机会哦。哦，大家都想要挑战68哎。好嘞，那我们待会就打68吧。我先去补个水一下，我现在只有小水而已，我怕待会嗝屁。这么有信心啊，68。68，好嘞，68，哈尼文，它是一只蜜蜂。哇，碧绿也说68，那我们就68啦，68应该没问题吧？哇，看起来很轻松哎，天哪！我们真的太久没有打王了，没想到我们的能力已经可以这样轻松驾驭68级的王了。谷歌说应该可以打到72哦，妹妹说吃药打，好好吃药吃药吃药。好，接下来是吃这个羽毛，让攻速快一点。哦，这个速度第一名还是保罗，保罗真的是战力很高，我好像印象中他有输过104还是105的样子，他原本就很强的。然后下一位承接这位账号的朋友呢，他也是很用心在经营的，这个账号也是持续的在成长，不简单。杀手说目前起风应该是72，那比如说下次从68开始往上打好了，好，没有问题。
啊，不能看骑士团的仓库。有29位朋友来参与，这个参与率算是非常的高哎，很高。是不是有人在发呆？为什么有人的这个输出才0.多%而已？二师兄，我觉得二师兄的这个战力蛮高的啊。好吧，他有可能在普攻啊，忘记把技能拉下来了。真的很稳。来这边一下好了，比较不会被打到。待会就要挑战七二了，我记得以前在挑战七二的时候死超大的，都不能被打到，被打到的话呢没几下就嗝屁了。好嘞，没有出紫色的没关系啊，每个礼拜慢慢打应该是有机会的。先偷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好了。狮子靴子，哇，这个有还不错的收藏，也不能制作啊。然后阔刃巨剑，这一把不错哎，有猛袭哎。它这个收藏就比较难一点点，要加7。好，那再往下看，猛烈射击，这个是弓箭手的，这一本应该不错啊。哇，它需要的材料很多啊。能够飙到的话呢，一定可以增加很多能力的。好吧，来开了，还不行啊，已经在那里东看看西看看那么久，还不能开。稍等一下哦，稍等，稍等，还在重置中。再来一次，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维瑟斯 ，OK， 来吧。充满回忆的一只网，这只网呢，一开始的时候是，萨利他来当坦克来坦，然后跟伊甸园的朋友们一起来推的。哦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大家都长大了，我可以在自己的骑士团远征队里面自己打了。哎，他们应该不会推这个啦，维瑟斯应该会推更高的。伊甸的话呢，目前这个平均的战力都蛮高的，应该会推更高等的。哇，打好快哦！天啊，我记得以前好像超过10分钟吧。他就会狂暴，好，不能打太久。哎，有人在开棒球。小手说不知道骑士团的有没有调弱，应该有。真的吗？还是我们变强了？所以是调弱吗？哎，那如果调弱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挑战这个比较高等的。欧克说我们变强了。别介说，下次从6把开始，好哦，没问题。刚刚那一本纸记呢是，哎，刚刚那什么东西？刚刚那本纸记啊，它是弓箭手的，但现在很多高战都转枪手了，不知道那本会不会有人飙啊？沃克说我大水应该可以不用喝了，艾比说七七很难。没关系，这个时间限制6小时，可以车轮打法。有没有看到左上角这边有时间啊？还有5小时57分哦，它总共有6个小时可以让你去挑战，但是应该还是会有这个狂暴状态啦。好，那狂暴状态的话呢，就是它会秒人嘛，或许可以就是出去了再飞回来再打，这样直接磨它的血。假设说网不会回血的话，可以这样打。
我会狂暴踩到天亮。杀手说应该调入了，我买1000瓶大水到现在都没有扣。我是一直在扣哎、欸，因为这个大水你只要往下拉，它就会扣啊，它会一直喝。还是下次挑战90级看看。啊，会不会狂暴要测试、欸，要打久一点才知道会不会狂暴。我刚刚那招好帅哦，打整片的，但是血好像都没什么在动，感觉真的有弱很多哎、欸，不太会痛哎、欸。其实说骑士团的 BOSS 比较点，真爱点点皮。有出宝吗？书一本，蓝装一个。好了，退出。我们再来仓库看一下，出什么好看的东西。这是刚刚新的吗？愤怒腰带。这个应该也是有不错的收藏，印象中。哦，他这个用作就可以了，那这个应该还好。啊，碧绿的手也太快了吧！他已经把它全部都上一般拍卖了。被动增加治愈这一招的话呢，哎，也有增加收藏，还不错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骑士团远征队的这个宝物啊。也祝福各位好朋友们的骑士团都能够打到好宝啦，拜拜。